徐小姐，我采访一下你啊，你和江南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男神，咱刚有点起色，就栽在这种花边新闻上，实在对不起啊。我现在呢，有个解决方案，需要你的配合。你需要做什么？做我的女朋友。好。做什么？与其千疮百孔。 不如一击必中。我跟江南形影不离，除了打扫卫生、做饭，所有的出行都要跟我报备，而且手机不能关机，24小时待命。我欠你的呀，我跟他在一起本来就是一番红人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已经沦陷了，你的后半生就要跟他一起携手共度了，后半生。 我有后半生和江南一起度过吗？渐冻症是不可逆的，以现在的医疗手段，不能治愈。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，不能陪你翻越山川，携手以后的人生。江南，对不起。